近日，王晶导演新作《降魔传》在北京举办定档发布会，美人鱼中的性感女神张雨绮这次化身金女郎，与小猎豹郑恺搭档对手戏。光是在现场公布的影片预告片就已经是噱头满满，而首次尝试打戏的郑恺最大的感受就是打心不易做。这部戏里的打戏，我认为是达到了我人生的新高度。怎么这样的？我们有一个武术指导叫海哥啊，海哥特别有风格，每次出现都是全身白衣，他从来不穿别的颜色的衣服，特别有性格的一个人。然后每天就是，比如说拍完轮戏已经两三点钟了，海哥就过来说：“哎，吊威亚，开始吊威亚。”然后一般人吊威亚呢，可能就是就这飞到这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，那我们呢要翻跟头，翻跟头怎么翻呢？先这么翻。后空翻，再侧空翻，再45度入乱翻，真的是翻到我整个人已经头晕目眩，然后又兵器还拿着兵器各种转啊什么，还有从房顶上跳下来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真的我是体验了一回，真的觉得这个打心不容易。而一向严厉的王晶导演对于前新女郎张雨绮此次的表现又打几分呢？高度评价，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摄影的美，它有。